各位小叔跟姐妹们，今天又是私人猫门特的时间。那已经是中秋节了嘛，我已经在吃月饼了。你们的月饼安排上了吗？今年我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一点的事情，因为今年我们家的毛孩子越来越多了。然后我前两天看到小红书上有姐妹分享做宠物月饼，我觉得特别可爱，所以我就真的去采购了里面。